伐萃，由于伐萃出不来那种深层老道的艾叶青效果，深层老道的这个艾叶青效果，所以呢这个是它的这个第二点。加不懂的第三一点就是那火石红，药水园啊一般都有这个火石红往下啊，药水园啊，药水园一般都有，你看这个江湖水彩蛋就是啊，这个一般呢、啊、这个底球啊露台的部分啊都有这个火石红，火石红的现象。那么这个火石红呢它又叫黄衣服啊，这个火石红，这个活动，但是它那个火石红啊淡淡的，它的火石红淡淡的，很雅致，而且呢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它自然出现。但是胎体表面出现的铁粒物质在熄火以后啊，不在这个烧成的后期啊出现啊，烧成的后期空气进去了，这个二次氧化形成了一个退出的一个一个神调，应该是瓷器的一个缺点。但是药水窑啊它恰恰有这个这个火石红的现象，平添了几分古韵，所以使它这种深层老道的艾叶青啊显得更加的充满了历史的味道啊，更加让人喜欢，让人喜欢。这个药水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非常喜欢，尤其欧洲人、日本人，还有呢这个美籍华人，还有呢这个台湾人，他们那个对这个药水窑啊，我们在这个原来在丽都饭店跟他们这个梅花商会啊，这个举行的那个讲座当中，他们要知道他们非常感兴趣啊，大概就是希望看到这种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出土的这种老道的这个釉色啊，跟我们现代社会呢也非常的远，那么有一种历史的亲近感的关系，就是历史的亲近感。因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呢，他们这个啊对于历史是一个爱好历史的一个民族，常常念念不忘自己的历史。像我讲课的是强调历史，历史，历史。我觉得讲历史比较其他的那个大侃呢，侃大圣呢要有味道的多。大概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呢，这个火石红呢，就是它增添了几分古韵。但加古董呢做不出来，加古董在这个七十年代烧的东西一概没有火石红的现象，底下就是北北的台露出来。但是到了1985年以后啊，1990年以后，那个火石红出来了。火石红有两种，一种它真是烧出来的古代的火石红，所以这更要小心。它烧出来了，那种淡淡的啊，这种自然出现的火石红，它烧出来了，这个就要从其他的这个胎体啊各方面来情况来鉴定。那么这个假的这个火石红呢？还有一种就是他想拿这个笔啊涂一种浓浓的酱色的东西涂上去，非常均匀，非常整齐，非常明亮，那么这个火石红肯定是现代的啊，这太入骨了，太入骨了。所以他也不做得好一点，他一做啊大家很容易把它认准，很容易把它认准火石红的现象。另外它这个变化，这个带有规律性，带有规律性呢，这个大家一看就明白，大家一看就明白。所以啊，根据这个时代的演变啊，时代的演变判断这个，你像这个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北宋的形状。也皮也不能听了，你要出窑啊，那个老板说这个绝对是真的啊，绝对是真的。那么他那个花纹呢，刻的啊这个。就像现在的石匠的在石头上刻花一样，在石头上刻花一样，刻得粗笨，刻得没有刀锋，那个线条不流畅，花纹呢显得粗笨。再一个特点啊，我们就教大家一个诀窍，就是别的地方呢很容易看到的，但是呢也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就是药水窑的碗的背后有那个随意刻出的散骨纹，随意。可能是散户，我现在啊，大概这些古董贩子啊，可能还没听我讲课，可能还没做出来，还没做出来。那个散户纹，散户纹呢，它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碗的背面，就在这个碗的背面，碗的背面这个
这个底边呢，他随意的刻刻出来，随意。他其他方面做完了，那他这个随意刻，随意刻。刻呢就像那个扇子，接着我们呢，你把扇子打开一样，把扇子的这个扇扇过来。那么这个要这样呢，它是真是很随意，它是有的刀深，刻的刀刻的刀刻的深，那么有的那刀刻的深浅，那么有的刀那个线呢刻的长，有的那刀啊刻的比较这个比较短。那么这个还有呢，这个两个伞骨之间的距离，有的比较宽，有的比较窄。那个就像我们孔子说的，其实随心所欲不逾矩，他就是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起了一种很好的自然的一种装饰，一种自然的装饰。但是现在甲骨文啊，一个刀锋很深，刻得很深啊。第二个呢，它刻得非常的整齐啊，长短啊，宽窄，那么它都是一样啊，一个一个排列出来。还有个就好像那图案画一样，好像我们现在的图案广告画一样。那这个在那个瓷器的后面出现了，那么再加上它无啊发乌的这个青釉啊，再加上这个发白的这个胎体啊，再加上其他的那个笨拙的这个造型，那么一眼就看起来还是容易，尤其是那种非常精美、非常整齐、一丝不苟的那种绑里着色的花纹啊，它恰恰露馅了。他还不如古人聪明呢，古人腾拿到的话，画完了就拿过去，画完了就拿过去，已经熟练的相当的好了，就有一种激情在里面，有一种激情在里面，他们的这个艺术效果不一样。那么现在他们做的没有激情，他是为了赚钱，他是为了赚钱，所以呢他的心眼装在钱眼里去了，所以艺术效果就不顾物了。因此甲骨文的特点就露出来了，就是这么看的，这么看啊，再看啊，再看，你看这个水波纹啊，这个水波纹啊，这就是散布纹，这散布纹，你看它是很自然的，有的这个啊，有的这个就是散布纹，那么这个深，这个很浅，这个就更浅啊，它这个让它讲啊，这个是比较非常漂亮的，你看这个啊，就是这个江湖式的款单，这个刀锋啊，它。怎么刻它怎么都是啊，怎么可能？再加上这个明亮的这个暗夜青，这一衬托啊，相当有分量，有那种味道啊。这是比较金代的这个花纹，大花大朵的花卉出现金代的啊。这个是北宋后期的，这是不会虽然这个玩意已经破了，但是这很有要求的另外其实它现在都有收藏价值，不过就是卖古董的价钱不会高一些。那这是一个展博，这是一个黄，这是个海尔攀枝啊，这个大家看这个耀州的海尔啊，这个腿啊都粗啊，特别粗，这个脚也是。那么看看它那个头啊、头顶啊，这个上面还有一种蜥蜴穗啊，这个大头娃娃，上面、站在你的身，站在你的头，整个你一多半，耳朵就凹不起，到就消出来了。这个是真的，这花卉也真的。这个是金代，这是个香炉啊，菊罐型的石子，菊罐型的香炉，这个甲也非常多啊，甲也非常多啊，这是金代的。你看这个最明显了，这个最明显了，这个生姜切开的一个板。这是刻花的，盖子刻花的，再往下，这是牡丹，这个牡丹花卉，这是耀州窑仿制定，这个耀州窑仿制定啊，这个还不算太好，仿的非常好，非常仔细的。像我们那个故宫那个孙运珍展览，孙运珍先生那个原人瓷器展览，他就一个耀州窑仿的制定，仿的非常漂亮。那么这个香港有很多人上当，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朋友大概花了30多万港币啊，买了一个小盘儿，买了一个纸币的小盘儿，纸币小盘呢，就拿到北京来看呢，也不是，是定，它是耀州窑，耀州窑的定跟纸币跟那个定窑的纸币啊差有，价格差有，它主要的这个是粗，
它的扁除这个下面上面不整齐，上面不整齐，这个右面扁光亮，这个还不算好的，做的真好的，在故宫展出的生意就形成了一个捐赠展览，那个是这个展的这个要重要方式，非常好。好，这是我们故宫收藏的一个陪同后期的陪同后期的一个要注意的规划题这个题行这样子就这样子这就是我们大家留心的一些印象这样子要注意这是一个这个湖大概是比较热了太热太热了我们那个要资料咱们就讲完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讲，没什么机会讲。那么我们呢，把那个这些民谣在我们那个学习和收藏当中意义还是很重大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这个池州谣它的这个。在新疆上的河北省邯郸市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市这个河北省邯郸市它应该是属于磁县吧这个彭城镇在那个临水还有一个临水地方临水地方还有呢东爱头西爱口东爱口西爱口东爱口西爱口那么这个生产非常的繁华而且时间很早这个地方生产时间的历史非常的早找到什么时候呢找到他那个磁县附近的贾壁村在贾壁村那个地方它也是属于磁州的范围贾壁村那个地方是发现了隋代的隋代的磁窑贾壁窑隋代的磁窑那么它的这个胎体质地用的这个泥料这些元素它的这个结构都是跟后来的磁州都是相同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是就是它的时代比较早而已或者时代比较早而已现在我把磁州窑放起来好吗那个把它放好北宋后期呢它形成了一个以北幽回花北宋后期出现了一个以北幽回花为代表的以北幽回花为代表的这个以北幽回花为代表的那个的那个瓷窑那么在北方地区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那么以这个池州为特点呢它的工艺影响是半个中国所以呢这是我们国家宋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就是分布地区最广泛的一个瓷窑你看这个这个那边到内蒙古那边到内蒙古的磁风内蒙古的磁风窑就受到这个影响还有呢西边呢甘肃南州的阿甘镇平凉的华亭都受到都生产磁州窑类型的那么这个北边的宁夏呢它这个甘瓦宁夏的这个瓷窑铺就是西夏的瓷器也受到这个磁州窑的工艺的影响另外山西陕西那么这个都这个生产的河北除了观塘镇以外生产的这个磁州窑的类型都很多磁州窑的瓷器都非常多那么磁州窑的我把它归纳起来瓷窑它有七个大的特点
这个影响到全国的风格独特的治疗体系，扎根于民间，它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情趣。它把传统的装饰艺术的雕刻画啊，雕刻画、楼塑、贴花、陶塑啊等方面呢，这个很灵活运用，都很娴熟的用在这个瓷器上。很娴熟地用到这个瓷器上，不但数量大，而且很灵活，使得民间啊瓷窑的生活啊，使民间瓷器的这个啊艺术啊丰富多彩，又富有情趣，把这个中国水墨画的艺术和瓷器相结合，把中国水墨画的艺术啊，跟中国的跟那个瓷器工艺相结合，增加了瓷器的民间品味。增加了瓷器的这个文化的品味，强烈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强烈的民族文化的精神。瓷砖窑啊，它不但是影响到我们中国北方地区，刚才说的就是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河南这个内蒙古这些地区，而且呢影响到沿海地区，福建有一个生产瓷砖窑风格最强烈的一个窑子，叫瓷窑啊，叫做瓷灶窑。这个瓷灶窑啊，完全学习瓷窑的风格，在当地生产出来。生产出来以后呢，远销到日本和东南亚。过去啊，日本和东南亚很多国家不认识这个窑，有的呢就把它认为是瓷砖窑，有的呢就是不知道这个瓷窑。但是呢，我在那个1979年啊，在福建考古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窑，就在海边，规模非常的大，就在海边。哎呀，已经天都晚了，捡了很多的很大的这个一个窑厂，捡了很多的瓷片，而且那个瓷窑啊，生产出来就可以装船，它的质地呢比瓷窑要粗，但是绘画风格呢，完全瓷窑的那一套风格，也有刻花，也有别墅。也有彩画，还有呢，它的这个北有葵花呀，它有一些海洋动物在里面。所以日本呢觉得很惊奇，日本呢就把有一本陶瓷书啊，就用那个瓷造窑，泉州修瓷州窑生产的这个瓷器啊，一个瓷片的做封面，可见的呀，这个瓷州窑的影响之大。那么他们呢，都不认识，我们国内的。很多学者啊都不认识，正好啊，我是头一年啊，刚刚这个三个月以前啊，三四个月以前，我到福建就刚刚发现，把那瓷片呢就拿回来了，结果后来我就出国到日本，到日本呢，这个日本呢就在一次这个青山学院大学一次讲课的时候来听我讲课的人啊，都比我岁数大。那么他们摆出了瓷片，摆出瓷片，你看我一个人跟他们认，我就跟他说这个是啥，这个是什么？哎，就有一大菠萝瓷片，在日本出土的，在福冈啊，在东京啊，在京都都有出土的。哎，他们在介绍的时候啊，他们就跟我说，哎，就是这个，这个。是哪个？这个岛，这是文件函。石大，这个文件的，能打不跟说慢。叫会堂经啊，这个朝鲜半岛生产出来的仿瓷的那个叫会高丽啊，这个还有叫貂山岛，泰国呢叫宋葫芦，这些啊都是瓷砖窑在的影响所及。第二个呢，就是瓷砖窑的品种啊极为丰富。在普通瓷器的基础上生产的白瓷、黑瓷、酱釉瓷、黄釉瓷、钧瓷，还有仿定窑的白瓷、仿指定的这个酱釉瓷、绞胎瓷、山彩釉陶、北釉葵花、北釉赭花、北釉涂金啊、北釉涂金，还有北釉酱边啊、酱斑，这个是啊，这个瓷砖窑啊，这个瓷砖窑，这个今天呢，
今天下来以后就下决心了，因为太耽误大家时间了，太耽误下决心了，我让他们去买一个，我让他们先去。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学生是，脚开始三彩釉陶，白釉黑花，白釉赭花，黑釉涂金的啊，还有黑釉涂金啊，这是白釉酱，这黑釉酱斑啊，黑釉酱斑的瓷器。那个这个还有红玉彩、兔毫盏啊，还有兔毫盏。还有呢，这个刻花、画花、剔花啊，这个是啊，刻花和画花结合的啊，刻花和画花相结合的啊，这个就是白釉黑花啊，这个就是白釉黑花的那个瓷器啊，白釉黑花啊，所以这个釉上彩，这个呢是这个白釉画花，你看这个就是它的原料大青土，你看这个是原料，它这么粗的原料，它能出。能做出这样影响这么大的这个啊，这个瓷器来说，它总有它独特的地方啊，总有它独特的地方啊。大家啊，各位朋友，为什么我带的这个瓷片呢？请大家看的就是你们大家看大青土是什么东西啊？有细的啊，这个就是白釉涂金啊，黑釉白涂金罐，这个黑釉涂金罐在现在风靡这个欧美市场，买的东西非常的贵。那个我有一个台湾朋友啊，他在台湾买了一个黑釉涂金罐啊，他说他买成是相当于40万港币，但是一般呢没有那么贵，一般呢在国内呢这个价钱呢也是就几万块钱就可以了，几万块钱有这个，但是呢说是比拍卖行有一次拍卖一个白釉啊黑釉白涂金罐呢是90万港币，在香港卖的，大概90万港币。啊，这个呢就是一般的白瓷，这是很普通的啊，老百姓很普通用的啊，这个啊，那个瓷器的那个瓷器。那么瓷器的第二点，瓷器原料就是这个北方瓷土，是干瓷土的一种，就是大青土。大青土的做原料，大多数原料非常的粗啊，大多数原料并不是很粗的，只有少数的地方就原料开采出来比较细啊，这些少数的原料开采比较细，加上精细的加工和娴熟的技巧，这个有的白瓷啊烧制出来可以和定窑白瓷相媲美的白瓷，精细白瓷，但是呢它不代表瓷州窑的工艺啊，它不代表瓷州工艺，它只是学定窑烧出来的一种精细产品，精细产品是工艺水平比较高的产品，是工艺水平比较高的产品，但是呢大多数还是这种这个粗放的这种瓷器，而且呢瓷州窑还有一个它为航海烧这个航海的这个仪器，航海仪器就是啊，中国的古代航船呢从南宋以来到元朝，它基本是三位定向，第一呢是景物定向，就是啊航海的沿线呢、啊，有什么山，有什么就象鼻山啊、老虎山，还有这个马杆那、这个牛肝山，它的一些这个景物定向。第二个定向是北景的，就是北斗星，北斗星指的那个方向啊，是那个。第三一个呢，就是用那个指南针，用磁针，磁针呢也这个比较好的大的航船呢，它是有这个南宋的这个指南鱼来操纵，但是一般的民间呢，它是用那个磁针呢，它是在一个碗上面，这个瓷器坐在一个碗上面，那么碗呢，在那个碗的中间，那么这个碗中间呢有三个圆坨坨，黑的，啊，用那个毛笔啊。其实很帅的三个圆头头啊，三个圆头头，那么这个的话画上一笔，装上水啊，水啊就把那个瓷针的漂浮在上面，这个上面是瓷针，这水啊，水啊，这一个瓷针就漂浮在上面，那么瓷针呢里头呢是白啊，里头呢是蓝，那么它这个根据的晚上，根据这个瓷针啊，在这个碗的那个
这个因为这车的磁场引力啊，这个变化，它看出它的角度，看出角度呢，来帮助这个航船啊锁定方向。所以这个东西啊，过去我们都不认识，我们认为啊，这没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装饰，一个很粗的一个装饰。后来啊，在沿海地区啊，在沿海地区发现很多，特别是岛屿上发现很多。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在菲律宾，在这个菲律宾，在印度尼西亚，在这些地方上发现有出齿，有出齿碗，出齿碗呢就里头就有这个，就像这种出齿大，对吧？出齿大比较还粗，比较还粗，但是比较深比较大。那么这些啊，这个出现了以后呢，这个经过我们一个老的研究员，过去中研究院的老金研究员写了一个指南针的这个航海传真的考证啊，航海传真的考证。那么我后来呢在他的基础上呢，我也写了一篇文章，任命我们中国十二世纪的航海的发展和陶瓷对外的输出，和陶瓷对外的输出，其中就谈到这样的器物。这样的器物呢，它是三维定向呢，其中这个就瓷都要烧出来了。这样的瓷都在窑址里面也有发现。以前呢，这个碗呢，这么一个碗呢，在这个古董市场大概50块钱就买出来了。现在大概知道了，看了我们的书了，可能看我们的书，看了文章了，现在要400-500块钱才能买到，要400-500，但是400-500也不便宜，也不贵，真是也不贵。买到一个研究古代的航海的这个东西，航海的东西。我们那个老科学家呢，他已经去世了，他生前还做过试验，很想做个试验，他就放了水，然后放在那个有磁针做出的那个指南针，那个浮标，那个浮标，然后呢拿到那个船上去走，然后船上先到内河，然后呢到海边呢让渔民用，哎，它真是有变化，它真是随着那个来航船啊走的时候，这个角度它发生变化，要帮忙那个这个建这个求定一个航海的方向。那么本身呢，这个第三点就是原料，就是甘蔗土，就是一种大青土，甘蔗土当中一种大青土。第四一点呢，就是为了克服原料的粗糙，极富使用化妆土。极富啊，这个瓷质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使用化妆土。这个化妆土叫粗瓷细作，啊，粗瓷细作化妆土。化妆土叫粗瓷细作，啊，啊，你再往下放，再往下放。你看这个，它那个底部啊，就是这种大青土，里头就是这个大青土粗粗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做出来以后啊，花纹还是相当的漂亮。它刻花刻得很随意啊，刻花刻得很随意呢，这个笔记本上面啊，对啊，刻花刻得很随意，刻出那种这个出水芙蓉啊，这个花纹呢很的粗犷。那它这个是加了化妆土，然后就加了化妆土，没有化妆土啊，它出不来那么好效果。什么叫化妆土啊？化妆土呢，就是一种啊。细白的瓷器的化妆原料啊，瓷器的化妆原料，化妆原料。那么瓷器的细白的化妆原料呢，它是用这个瓷土啊提炼出来的，用这个瓷土提炼出来的。北方啊，瓷土就是青藏高丽土啊，它多是陶器。陶器把杂质吃得比较净，因为它在这个陶器池里面把那个表面上那一层啊，原上那一层啊，它款出来放在缸里头，反正放在缸里头，让那缸里头沉淀的一个这个细白的这个泥浆啊，细白泥浆再配上一些这个泥土，配上一些泥土啊，那么调成很稀的一种原料，那么就抹在那个粗糙的瓷材的表面，然后这种装饰，对，画花呀、刻花呀、雕花呀，他们做好了以后呢，再上釉，
在商用。这个杰斐西尼的化妆图啊，对这个有很好的这个啊，有很好的衬托作用啊，有很好的衬托作用。这个这个，你看它使它这个这个这个白釉啊很白净，而且呢也并不感觉到很粗糙，所以就是如此细作的啊一个工艺啊，如此细作的一个工艺。啊，再往下看，啊，这是一个这个啊，齐州呀的这个这个一个白瓷的枕头，这是在北宋晚期的，出现了珍珠底画花，啊，这是珍珠底，珍珠底画花呢是受唐代的金银器的影响，是受唐代金银器的影响，这个这是故宫收藏的，故宫啊，看来在清朝啊就已经收藏了齐州的作品。因为啊，这个在《徐通典》里面，这个《通典》呢，还有一本是叫《徐通典》。《徐通典》里面记载着啊，这个元代以来，元代以来，明朝、清朝，实际上都向宫廷进贡，都向进，都向宫廷啊进贡这个瓷器。那么这个在故宫的地下呢，在我们的地下经常也发现啊，这个施工的时候，故宫的施工花地啊，也经常发现瓷器的瓷片。而故宫发现的瓷片、瓷片呢，大多数啊是那种酱缸、酒缸啊、酒瓶子，那些东西储藏的器皿。但是知道这个故宫里头啊，它有好几千的服务人员，它不是房子有9999间半嘛？它有一些那个沿着墙修的那个匣子房、匣子房，还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低矮的房屋，像那十三排、南十三排、北十三排。啊，它是在宫墙外面，啊，宫墙的外面，但是那个皇城呢，在皇城一里的宫墙外面，一排一排的房子，它都是那个啊，勤杂人员住的。但是武装力量，就是禁卫军，禁卫军呢不住在里面，志愿军不住在紫禁城里面，是隔着啊，那个城门外面不是有桥吗？金水桥嘛，中间是一个护城河嘛，护城河叫统治河，统治河外面，外面呢就相当于现在的景山。景山现在在故宫呢，不是要进故宫里面，它不是个景山前街嘛？景山前街呢，原来是一排房子，原来是一排房子，那排房子呢，就是他的御林军住的，他御林军住的。那个张承是进法国传教士啊，这叫他的中国名叫张承，回到这个法国学了一本日记叫《张承日记》，那《张承日记》是研究这个清代康熙时候啊，这个非常宝贵的啊。外国人写的这个资料，他就提到那地方有很多的房子，而且呢御林军呢在我们驻扎。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因为这个粮饷的问题分配不均，还有呢太监呢克扣了这个粮饷，那么这个御林军在里面造反。康熙在里面正在听传教士啊这个跟他讲数学，他讲数学呢，康熙知道的话就有点动乱，但是还是忍耐着让那个传教士啊走了。走了以后呢，把那个头头叫进来，说你们什么事啊？那头头说，哎，告诉万岁爷，我们有这个呢。啊，他说行，他说那你们呢，这个现在啊，你们的粮饷少了，我来过问一下，把你们粮饷补齐，你们还是回去好好的这个，而且看看今年啊什么，或者到明年过年以后啊，我给你们加薪，啊，那么就平息了，就大家各回原地。这个一回去原地呢，康熙一下子把那个头斩了，杀了。所以康熙手段很残忍，这叫杀一儆百啊。这个锄头的传子先遭难啊，看到吧？这个是法国传教士的传教。你看这个里头，这个瓷器的枕头啊，它就是这个有这个皇帝啊，乾隆啊，他提的诗。那么这个是真正是瓷器的，说明那个这个瓷器的东西啊，他有收集。那这个叫。珍珠底啊，珍珠底的画花，珍珠底的画花，珍珠底啊，珍珠底的画花啊。那么各位朋友，看看那个珍珠底画花啊，看那个珍珠底是怎么做的？你看，它是先刻的花纹，先刻完，这边用海棠曲线围起来，那个装饰区间，这个东西肯定是枕头的，所以呢，它这一部分是空着的。那么在这上面呢，先刻一笔简笔牡丹啊，或者月季花，或者什么的花卉，然后在这空隙里头啊，刻出一个一个的圆圈啊。大家一定会想到这个圆圈大概是很容易做吧，要怎么做的？
你说说是怎么做的圆圈？这应该是我们是凿上去的。凿上去。那好。我为什么这一把刀把那个凿上去放那个就是那个轮盘一转转起来，那转起来。好吧。啊，小套管，小套管，小套管啊。还有呢？还有那个朋友，你说说，那板凳你说怎么做的？它这个吧是用一种建筑的水化的。水化的，水化的，水化的。你看看呢？你说说，你看看怎么做的？应该就是用板凳头顶头顶的，那个第一手画呢？手画呢，画不了这么匀。第一手画是画不了这么匀。它是一样大的。哎，它是，但这个是很匀，它是很匀的。这个手画呀。现在做甲骨文啊，就是用手画。所以甲骨文啊，你看那个整甲，你断了，就是那个，用甲骨做的。然后呢，这个时候用那个小的那个套，小的那个铜管啊、圆管啊，或者别的东西往下戳啊，它有一个原理啊，克服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小套管套啊，它都是有一种高度，它里面的压力啊跟外面的压它不一样的，所以它戳进去的话，所以你拿起来啊。呀，它不一样，它那个不是个圆圈的，它那个泥啊，棒都全提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圆窟窿，这是圆窟窿，对不对？它出不来。那么我们看它这个，它这个圆圈是圆圈，但是圆圈里头啊，有那没封口，对不对？有那没封口，它要克服这个压力啊，它必须把那个倒管的边上啊，弄一个口子，那个口子空气进去了。所以它一插下去以后啊，那空气随着跟着进去，进去了以后啊，它这个戳管里面的压力跟外面的压力一样，这样拿起来就行。但是拿起来就行了，这个圆圈不圆嘛，这圆圈不圆嘛，又是个矛盾。所以工匠啊，就戳进去以后啊，一年，戳进去一年，戳进去一年，但是戳多了戳快了啊，太慢了。对，大多数啊，圆圈是封口的，最少部分圆圈呢、啊、不封口，而且那边啊比较浅一点，这个它都不封口，所以它好像不封口，所以它这个做法表现了工匠高度的智慧，而且一些无力现象也比他掌握住，这完全是无力现象，所以这个做这个这一点呢、啊，就在这个啊真都里画画是怎么做的，那么真都里画画起什么作用？起红头作用，完全起红头作用。它那个由于这个瓷器啊，它是使用的物质，使用物质、啊、供你做装饰的这个面积很小，所以呢它受到限制，所以花纹呢很拘谨，一般都比较小，但是呢要给人一种开阔的一个感觉，一个人开阔的感觉，所以它就用珍珠啊珍珠底来填上，给人看觉的视觉上感到舒朗。那么这个还不是最典型的，还有那个像瓶子上啊做的那个那些花纹啊，还有一种很舒朗的感觉，所以这个这珍珠底画花在当时啊是一种文化，有一定文化品味的什么的制造出来的。那么珍珠底画花呢，在池州也有，登封也有啊，河南这个河北，河南这个明显的是河北的，山西。啊，山西这个有，后来呢，登封窑从这个大路上走啊，艳阳的日子啊，照得我们啊，很饥饿难忍，又是疲劳，又饥饿啊，又渴，那么我们呢，就到了这个，看到了马路，看到那个大道旁边呢、啊，挂着一个旗子，上面写着一个井，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了呢，这个食客进去就叫酒家打着一副酒来，啊，要凉快凉快哈。这个宽衣啊，那么简单宽衣做到了一酒，那么一个农村的姑娘，这是农村的酒店呢、啊、一个农村的姑娘面目红润的，身材高的，那么胸部也比较发达，还抱着一个酒，抱着一个梅瓶出来给你斟酒啊，这个时候你看看啊，这个瓶美酒美人也美，对不对？人啊，农村姑娘那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正是那个青春泛华的时候，人也美。所以这个时候啊，你渴也没有了，疲劳也没有了，一股心旷神怡的感觉啊，一下子浑身都凉了，非常舒服。所以啊，这苏东坡啊，他就按耐不住这个心中的这个高兴啊，他提笔就写：“如把梅瓶比西子。”横竖刚柔总相宜，对不对？你说这个
你说是不是？横竖刚柔总相宜啊！苏东坡曾经用这个诗啊来歌颂这个西湖啊，如把西子啊，如把这个西湖比西子啊，这个浓妆淡抹总相宜。但是他喝到这个酒的时候啊，他就横竖刚柔总相宜，一种美味，一种美味。所以我们欣赏这个词句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就欣赏它的艺术深层的这个美。如果我们呢收藏着这样的这个词句，那么我们会得很高的享受。如果你将来要转让给别人，你把那个梅瓶，一个是真的，一个你把那个故事讲给他听，我会说价钱提高好几倍，它是非常的美的啊。我想不是这种酒啊，这个不是的，这个是啊，不是那个啊，再放放刚才那个，对不起啊，这个。好像不是在这里，它是直线线条，啊，直线线条，这是简易的啊，这简易，这个就是初始细作，粗粗的大青土啊，产生出了文化的光辉，就是池州窑工匠的创造，池州工匠的创造。往下，啊，这是珍珠体的，这是比较粗的啊，这个粗的，往下，啊，这也是，就是刚才那个粉整的，啊，整的，啊，这是一个酱水釉，啊，酱水釉的。这个现在农村呢、啊，有时候能买到，有时候我们在农村去逛的时候是能出现。这个在这个听说我另外的同学马东林讲这个池州地区啊，当地农民呢，现在他都不盗墓，因为他就不去盗墓了，因为盗墓把墓打开啊，很费事，而且这个公安部门呢发现盗墓的追查呢。这你盗墓呢，也要巡查刑律，要巡查刑律。现在啊，他们都已经呢、啊，熟练的不得了了，他们都熟得不得了了。他们就早就出去一看，那个从头一看，他就知道这里有墓，而且他就知道那个枕头啊埋在什么地方。那看那个坟头，他知道坟头叫，他们叫那个坟呢、啊、叫秋子，是不是叫秋子？叫秋子。所以他上去以后啊，一般的走着摇摇晃晃一看。挤锄头把它挖一个窟窿，挖了一个枕头一拿就拿起来，然后一下埋上，他走了，哎，坟根本没动，你在这看看不见，就是说靠工作的人打开了墓，枕头没有了。哎呦，听这里，现在我告诉你，那些盗墓贼啊，还是真是那个厉害得不得了啊，厉害得不得了，就是这样啊，实践出真知。对，所以说要我知道啊，这那就绝对找不了，绝对找不出来，他们一下子挖出来了，三下两下就出来了。你要弄个几十个墓碑。那么这个池州窑啊，这个原料呢就这个使用那个大青铜。所以第五一点呢，就我刚才讲的，池州窑的艺术风格上，它是初始细作，体现了一种黄河文明的艺术风采。池州窑作坊很多，它都是由农民培养起来的工匠。宋代呢，文化教育发达，加上和黄河文明深厚的传统的底蕴，他们呢以物写心啊，以物写心。啊，他们以物写心，表达自己的心意啊。以物写心，不为无障啊，不为这个东西的粗糙而发生障碍。这是池州窑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来，以物写心，不为无障。那么由于那个这个对陶瓷啊，他们对于陶瓷的制作抱有一种很质朴的深情，他们把客观事物的观察、认识和理解和思想情绪啊，都寄托在陶瓷上，而且他们因材施艺啊，因材施艺，因为材料啊，因材施艺，还有呢，他们因器施艺，就是不同类型的器物啊，不同的这个制作啊，不同的制作，因材施艺，因器施艺。啊，因材施艺，因器施艺。那么在这个实际上啊，这个精心制作创造出许多人喜闻乐见的作品，
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啊，很高的艺术水平。那么第六一点呢，就是第五点是他们因材施艺，因材施艺。第六一点呢，就是瓷器的色彩和绘画构图的特点啊，绘画构图的特点。瓷器啊，色彩艺术非常的丰富啊，你看这个北有葵花，强烈对比非常鲜明啊，非常鲜明。它这个阴啊阴。因气施意，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在这个瓷器啊，这个瓷器的表面，开阔的表面，它画出一个是舒展的啊，这个牡丹花，画出舒展的这个牡丹花。但是呢，在这个蜿蜒曲折的不好表达的地方，它有卷曲凹纹，卷曲凹纹。所以因气施意啊，因材施艺，因材啊，因气施意。那么他们呢，在这个色彩的运用上呢，非常的丰富，啊，第六就是第六点，瓷器啊，色彩绘画的构图和特色，虽然色彩十分丰富，在北釉葵花北釉上面画黑彩，啊，画褐彩，在金代呢有红彩，还有呢有漆黑，啊，这个黑亮如漆的黑釉上面，在黑釉上面做出铁锈花，好像铁长了锈一样的铁锈花。那么这些工匠啊，运笔豪放，他们以粗壮着实的器型啊，十分和谐，显示出刚与柔、动与静的关系啊，动与静的关系。而且啊，它虽然来自于民间，但是并不俗气，而且是一种特殊的高雅。那么他们在这个瓷器上着画，大家看出来受到了这个表面的空间的限制，不像在纸上着画，那么这个。那么舒展，所以受到空间的限制，所以工匠采取的是小构图、不小幅的小品化的做法啊。我想，小品他们是小品化的做法啊。你看，这些都是小品化啊，小品化的做法。另外，这个小品化的做法呀、啊，比如一朵牡丹啊，一枝枯梅，几朵闲花，一束寒菊，一片芦苇啊，一缕水棠，随行构图画面。吸引平易近人，尤其是那些闲花椰草啊，瓷器上面尤其是那种闲花椰草。那么在这个没有很多特别的姿色，没有特别的表现自己的颜色的漂亮，表现人们啊这个颜色的漂亮。这个呢是艺术啊，闲花它画好了以后，上了北釉烧成以后，再上一层鱼釉，再上一层鱼釉啊。这个是你又是低温釉时候做出来的，低温做出来的这个我们在那个啊60年代和70年代初啊，把这个东西都认为是假的，或者是后挂彩，或者是后人家的彩。但是呢，到了我们在瓷器的时候，只有窑子里面确实有这种用低温的那个装饰，它是北釉葵花画的釉上彩，然后呢再在上面罩一层绿彩，这个低温的烧出来，低温的烧出来，使它很多的这个。情趣。那尤其是那些闲花草，没有特别的姿色，在文化人当中很少表现，只是在需要衬托画面的时候任意的点拨两句，就把那些闲花椰草啊都不当回事，不当这回事。但是瓷器啊很注意表现这些闲花椰草，因为它来自于工匠，工匠呢他就生活在农村，农村呢他看到的就是满山遍野的闲花椰草，而不像啊在大城市啊，像在苏州了拙政园啊，像上海的豫园啊，那种人工雕塑的啊来花纹，所以他看到的都是这些跟他生活接近的这些这个闲花椰草。但是这些闲花椰草小植物啊，顽强的生活，顽强的生存，每一年呢、啊、周而复始的出现啊，人们践踏它，它也不怕。石板压着它，它也要长啊！但是呢，它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姿色，不过顽强的生存，装点着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不需要人们去加以呵护。瓷器的工匠看中了它，在瓷器上啊，把它画得生机勃勃。瓷器的表面或者幅度比较大的地面安排主题花纹，但是在一些转折比较小的地方，就是这种闲花椰草。面积小，幅度小，啊，这个安排上点小花，二方连续，这些东西做出来啊，衬托的主体花纹更加鲜明，
甚至主体化更加鲜明，而且是色彩的对比呢更加强烈，所以在装饰上啊有良好的韵味，良好的这个艺术的韵味节奏感。而且此对啊绘画的内容当中呢人物化特别多，人物化特别多，都是农村的。那么这个据我老师这里所说，以前那个大连博物馆啊有一幅画，上面画了一个儿童啊爬到那个炕上写字，爬到炕上写字。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故宫我过去了。